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你说这三界四海当中，我们两个能遇到两次，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不过呢，就是猫捉耗子的缘分。本来想着你答应打赌，便把这个送给你，现在便宜你了。你是散花童子吗？上次给我的花瓣我都没有。那我就不给你了。拿走吧，多存一品。伸手，这是什么法宝啊？十五，十五！啊！你个小人！干嘛？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。我带你走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里吹想你。严丹是我宫中先生，若是犯了错，我必会挽救。但是本君的人，我的知情，我的誓语，我的全部。一步，搬，待在我身边三步之内，限你在我十步之内。严丹，林梦，我可太想你了，你终于来找我了。把我当空气了吗？也许应元君早就预知到有你这么个美人姐。天意，天意呀、啊！若真有天意，那我严旦便是他应元小人天生的克星。